今天我遛锅子里杀秧子，就是杀稻谷，我们一大家人都过来帮忙，一下子弄完了就回去拔花生。啊要把这个埋，把这个洞洞全部埋了。哎，阿公哪个不能去？阿公没哪个不能呢？阿公当拜拜个不能呢？好一点。喂，媳妇，别去帮忙。因为我很久没有杀过这个秧子了，所以很想来体验。小时候都是我妈干，现在我就是大人了，我都想尝试一下。结果呢，大人了又带这个小的，就不能弄了。你看，讨厌了。哎，不要来啊，总坏蛋，小坏蛋呐、啊，还有啥呢？啥搞？吵吵闹闹一辈子了呗。干嘛呢，姑娘？哈哈哈哈哈！那姑娘叫我们干嘛？要那个鸭子，刚才那个鸭子赶回家杀。我姑上第一次上我们的视频的，有点害羞。现在说第二次他不说了，他说都不敢说了。放不了。鼓捣鼓捣鼓捣。能来凑热闹，看他们傻，演戏得很。我最喜欢小哥，我也喜欢玩泥巴。还有一把，嗨，有一把，嗨，是什么？嘎嘎，姐姐呢？姐姐呢？姐姐在那里呀、啊？哎，姐姐、啊。我姑上刚才说的这个，先回去弄饭吃，等到在这里干一点了，然后再来擦那个谷子，走吧。走了吗？嗯，走了，走了干啥呀？你看，见过这样拎鸭的吗？我姑上班，知道我们下来了，非得说拿一个鸭子来杀子。你那个金，啊，你看这个鸭子亮哦，一点毛都不长。这个是老鸭了。那个脚都不弄，你看到那个？就这样子。看我锅上这个，
发芽好长了，刚刚合适。洋洋划破过去啊。对啊，你看那金针。洋洋。洋洋。对。那个盖那个叫什么薄膜、那个薄膜的话等一下他们还要去买回来盖，所以呢我们就不帮他拉了，就要回去了。哎后面哎对，我妈不来的妈来、走啊回去了。嗯差不妈来不行我来的哎我外面妈来我的北哎，我姑还给一半鸭子回去。